这里你也碰见我用过那个行吧，行，要是这个毁人啊，再给你先进行吧，行，等会儿你给我打电话，行，你给我留个电话，我给你留个电话，你给接个电话，留电话，我给你这属于是一个平板电脑是吧？不属于平板，186600200，我把这个钱给你，这多少钱给你？那不二十四。行，用皮擦搁一块，把皮擦，把皮擦。微信收款二十元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哈。行，那好，我跟你说吧。你好，我给你存着哈。行，不要再多说这不要紧。我看什么毁了吧。行。要那毁了，我就给盯着换。啊。因为咱这么卖的那种货，一个接着一个样，跟手机还不一样。哎，等一下哈。屏干啥了？屏干啥了？干啥去了？这。我拿哪都挺轻的。那也行了。还不行，还没弄完，快了哈。这包夹了。哪个？这个。我看看，什么阶段的？稍等一下哈，我把这资料先哈。是。这能行吗？这可以继续这样吗？这是什么型号？85吧。这只能刷看看吧，93吧可能。不行的话10块。10块那是。哎。那个搁多长时间？得半小时差不多。报价啊。是吧？那个去买那阶段的。这那个报价吧，这是。是，今天是。这样好。
嗯。人怎么那那个？好。说过。嗯。你那石头跟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你出来呢。有对象了吗？你没听说？没听说。你是不是给他买什么车？是。人家有钱啊，这是。你给他闺女买车，我听。你搞来这关系吗？嗯、你搞了，你就是老板，你是秃子了。哎，他这钱都给你了，我跟你说。一共的就赚了了，是吧？啊？几个鸡蛋？你跟他略略跟他说。今天、一共五个了。早晨拿了啥？这又拿来了。我的。嗯。我。都在这了。嗯。我都没拿走，是吧？都没有。多长时间我？五个。得等夜半小时吧。夜半小时那我跟你吧。啊，行。行好。这个皮料是这个的吧？好了。哎，是啊，这个好，我小子终于回来了。过年都没回来。哎，初三回来，初几回来的？也没挣到钱。我操！六一了的那，等都死了的那都不知道。给那个小孩儿、啊，你往找到那个到底当位死的都不知道。该结多亏，关节也没嘛，要不然的话，他自己就干了。那剩下咱俩不挣。嗯。要密码？啊，关节输他要密码，得输密码才能管。哦，他干不了是吧？哎，他管不死。还不就挣这个钱了吗？赶快看有账号吗？两个了，这大牌子够呛了，我看看，你自己搁呗，老徐给搁下去就这个样。这阴阳蛋又来了，这个阴阳呗。过年了，不咱得喝吗？过年没养吗？对，都养完了还没养。哎，那、哎、不养的不多，我跟你说。我们都是发烧，你看这个瓶是不是水坏了？我也看不见，这个是没贴膜。今年你每天我也看不着贴没贴。没有膜。没贴膜是吧？现在这个膜上你给我抠去了。你起吧。我没弄得起，你这换瓶了，你贴吗？换瓶，瓶倒还能湿，你看见了？你不先喝墨湿，先给全瓶墨湿。先湿点。哎，不划手就行。划手。哎，我现在这能换瓶的话，扣下来不完了吗？你们现在？不是完了，我要能贴个瓶的话，直接他妈是这个了。它掉了哈，左边那个右边那个什么玩意儿，你也不给我弄个。这一只不拿去，还换完了呢。掉了。这一只不拿去，贴个墨，别划手掌湿似的。行。行吧。行。哎。全是全的，全个。全是全品的呢，都全品给贴。金毛。全品。那个十块钱。行。哎。
哎，填个墨别画书就行。填个浅色的。哎。我估计原来填墨上睡不坏是吧？嗯。也不一定。也不一定。下回再写了修啊。我说你看那个大号的那书都给我弄个去。行。一眼都画了，看不着你看，是个大手机。嗯，找个大的。你看他们有这么大的容数机，我能不在哪买的？谁知道？有大的。哎，有大的。那跟这个能拿你的手机？哎，是吧？我这拿着怪好。是的。反正看不着。是的。那给你小配我。哎，是的。冬天光开肉的费事了，要下命了。嗯，真是今年。家里老人喝了俩。哎，你看。三个九十以上的摸了俩，有一个95最大的成功回来了，摸一下。哎。一揽揽锅。是。下边县医院是不行。哎，县医院就是。不行，我这边给弄个房。我说不行啊，这就弄什么什么什么，弄好的。嗯。咱这边的一样死的，咱这边两个90多的都没，一个89的，一个91的。是的，这个身体不好的都不行，嗯。有的基础病的都扛不过去。小明年前放到床一看，要的命，满满的地下都是人。是的。了解嘛。扔的一个，竖的一个，都撂在。这回少了，这回人少了。回去早点往水回来，你看这是哪回？平回了。嗯。嗯，平行。行。咱平常多少钱呢？你这个是什么型号？5-2的，5-2什么来着？嗯，什么型号这个？什么型号？对了，你不在吗？你看为了那我得什么呀？多少钱平啊？喂？啊？开门了不？开门了。微信收款10元。苹果手机不行，手机也刷不了。叫他把串号找来，我查查看看有阿弟吗？得卡托哈，卡托哈有串哈，你发给我。行行，发给我，我给查查。嗯，好。声音不大，反正就是给听的。算了，说话的了。我听了也不大。你听了是吧？行，一会儿给听听。弄联网，弄联网，你看联网还有账号，有账号，明天拿来我给结账，应该没有账号。等等，等会儿，等等，那个。
是吧？嗯。那不行啊，这后头后头咱们麻烦你啊。你来换个屏。哦，关上，关上，来。哦，你打电话那个是吧？是啊，一会一下，一会一下。那嘛事呢？现在嘛？多半天的事。嗯。这个东西跟毛线似的。哎，这嘛事？这个东西跟毛线似的。他那个毛把那个一个感应器给挡住了。是。嗯。那嘛事？多半天的事，我给操作。那嘛事呢？现在嘛？
没有没有，你换半瓶就行。没看。省得会删，一点的话好像就删。哎，是的，这回不删，哎，一加了就不删了，我这，哎，跟模式的些人们。知道那就行，那个十块钱行了。嗯，账他也没法用哈。那个手机坏，那个坏。哎呀，那个停机上就完了，喝不了那个。有他买卖招式，他自己来就白了。现在是我快的，嗯嗯。你忙着哈，我得讲到睡觉去，我晚上还得挣钱。挣什么钱、啊？你歇歇吧，你还。人家都来决定睡觉，咱晚上决定干喝一个。好。这个钱哪用完、啊？累死一辈子也挣不完，是吧？你啊，喝多点酒，喝杯年轻了嘛。哎，昨晚干了，这天天的不中就行了，永远不干了。现在喝了就得干。哎，是吧？哎。嗯。喝的就是。别的别说，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就行了，学完为啥？哎，所以说你得歇歇啊，不能歇，不能光干。你们睡很好的吗？没有。我初一那天，我寻思连睡个懒觉这怎么了？你说他那个眼皮溜滑，就睡不着，他的贱啊！要死来一个就起来，起来遛狗，还给我赛跑，是活跃多劲。然后回去以后，拾了拾了，打扫打扫卫生，一看又下午四点了，都走。看那个。行，你这些生活安排的真管。今晚上三点半遛的狗，一会遛到四点半。哟，这个超级哥又变样了吧？我说还要干大的吧？嗯。你那还用遛吗？你把绳一松，叫它自己换去。不是，光给你打扫，你不是那给别的小狗能惹不能蹭，惹了吧，你叫人欺负的，就在老谁都不敢动弹了。那狗不是会撑腰吗？嗯，它不知道疼。你活，你中间下一口，实际上回答。多少钱？是吧？他那多少钱？啊？那个。哎，不要不要。哎。有的好好的哈，你就在你那坏了，我手快了，你给我报销。你不早来早来那个什么？哎，这样了，我今天跑去买东西。你也不要给我少油没说，我不想听这句话。找那种有带别人吗？哦，你换个点别的，你咋慌的你？
你给我换这个行吗？中奖了。这个这有15块钱的。那是拼管的是吗？是什么的？不是，是那个是那个是那个华为的。华为的，那个是那个的，那个是 OPPO 的。在洗衣机里洗回一个，叫老婆给孙家又买两个，不管奶奶的。行，就得回。在洗衣机里呱唧唧呱唧唧，我这洗的可不干净。洗的真亮，就是不出音了。我不洗，你挣那些钱干哪？我挣什么穷钱？我挣的钱就歪似的。行，那就这几十年，你靠死了。我那天我跟你说，你拼命的干什么用？给小孩挣再多也没用。就这几十年，是吧？他家里个油再多也没用啊！哎，咱熬过这几十年就行了。那姑娘，过一天，爸，我想吃羊肉串。黑他妈有钱他妈不给我，这边就得扫给他。那行吧，行吧。那天给扫了呗，买回来谁给你的钱？你别管谁给的，你吃就行了。我跟老婆说，你吃的也不香，你这钱从哪来吧？还把天上掉去吧。老婆，你不能这，你要不敢喝谁给钱是吧？是。时间长了说，爸，我想吃大鹅，我就去花200给炖一次。你赶紧领恁闺女出国，你说上外国，你天天就吃牛肉羊肉，你看是吧？他就吃不够，哎，奢侈了还炖的羊肉牛肉，他你想吃什么吧？他就买了10斤牛肉炖的，没到放在桌上还吃了。你说，哎，就是啊，你这个出国是最好的，你看，外国人炖。这还猪肉还不吃了，为啥说？原来他妈我找了个猪肉炒酸菜，光吃酸菜不吃肉。你这叫狠死了！我跟你说，猪肉不行，猪肉吃光胖了。他们上那个，他们说都上俄罗斯的都吃够了。我操！光吃。我说这个普京还就真凶嘞哈！我说这跟个小青春呢，他就敢跟美国脸的。我说你看，我这我就坚决跟他脸的呗。我说这个他就不怕了。你别说这个当官的就怪凶的。他是走的就是你看这个家伙跟毛主席不上两下。怪凶狠，我是这感觉。他这敢打，你看他这就是本事，我跟你说。这就是正。哎。你一般的。你像一个人差三十多个国家脸上，我人家还是很没良心的。一般的。我看他没了，我看他要炸没了，炸不死人了。一般国家他不敢这样打，你看。不吃，这回乌克兰说全部偷吃。一点不浪费，钱一天造的怪快啊！哎，是，打这一天得花不少钱。我是美国那个拜登，很北边的那个不在那研究嘛，说，俄罗斯不这火箭倒是有多少打不完了，我是越打越多。我是越来越人心没落下了，哗哗的一天天的老响。他还是有，说明他还是有钱，是吧？你要没钱，他上哪找火箭？牛逼了，我是他哥。金正恩给他报上了，金正恩给他标的王子不上了吧？不服就干，不干死算了。这又聊那个叫什么火星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朝鲜有研究的叫火星那个叫什么呢？燃烧出来以后跟美国不送几个，先给他藏上了，先给他看看，我给他放个烟花。哎，这是真凶，眨眼不眨眼？就不怕没有光？还是人有储存的装备，是吧？对。不用买。存的。哎，存的库存。打上3年5年仗死不了。就是美国支持的那个又是保了坦克又什么的，不就是那个燃烧弹都给弄化了吧？我说那钢板和多少度都能给热化的，能给烧化的，连水都没了。我是太狠了，这家伙，我是在搁里的，啥红眼了？你们看到？我看他完了，小孩都带着去打仗，你看都害怕，我是都跑了。还没打完了？没有，你跟他没完。现在就说拜登给那个拜登给那个普京谈判免谈，他不服你给你不上完的，坚决不听，他太凶了。下一步就管他侄子了，叫罗曼普京，打完让他退休了。罗曼普京和他这个性格一样，也是这么怎么的。